的碗，简单的就可以在家里做出营养又好吃的优格哦。上的影片介绍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简单呢？做完的优格盖上保鲜盖，可以在冰箱里面冷藏8到10天左右哦。现在就赶快拿起你的调羹和你的碗，动手做做看这道简单的电锅优格。